看到的，我指的时候你叫特写啊，我没指的时候你就拍大概的时候。我今天所看到的，我们所看到这一只手背的连贯关系，这个是这只要直，对不对？你这个我们今天所衔接的这个琴重，如果说今天它到底要几角的角度，嗯，这就是要我们所谓的资料上面要吃我们今天的五班车，要吃多少？这个水平，这个水平已经，我们这个水平已经校正出来了。OK， 我们现在说，我们这个水平已经校正出来了。好，这个水平的对应是跟这个水平的对应是相同的。这边的水平对应是跟这里的对应是相同的。这个是所谓的我们在所谓的物理的原理，也就是原则是不能变。当原则，我们今天修这个钟，我们最重要的是要把原则先抓出来，也就是理论。当理论都校正完全的，这个钟还不行的时候，问题在哪里？这就是开始在所讲的机械所谓的角度了。当我们这个钟水平校正出来，这个钟水平也校正出来，它跟它的衔接上的齿轮的高与低，它今天是这个往下走，还是这个齿轮往下走？它刚好有两个衔接的，它刚好两个格式刚好是多一格跟少一格，所以我们这个齿轮它在衔接的时候，这个对应点跟这个对应点到这一个对应点，然后产生它到对面的对应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把这个钟先破，我们今天先天原来这个钟是互相的关系又独立，但我们必须我们今天修正，我们先把它破一半来看的时候，好。我们今天剖这一半来看的时候，说这个水平对了，对不对？这个水平对了，对。但这里有螺丝，为什么我点白点？来，再照一下，这里有个白点，这个螺丝是活的，这个螺丝是活的，然后这个也是活的，然后这有培林，这有培林。好，这里吃进去五番车齿轮的角度深，这里要多少？要浅。这里要浅，这里要多少深？我这里调好了，对不对？没问题，对。这里出问题了，这里出问题了。所以这两个所谓的我们所谓的叫做，如果以船来叫吃水，也就是说它 power 的动力，我们船用吃水算出船的吨位，这也一样。这 power 的这个从来，我们从今天的芝麻链下面这个发条来看的时候，它拉了我们这支钢索。不要小看这个钢索，它到底有多少的 power， 影响到我们今天所谓的百轮琴重吃下去它有多少的深度。这个 power 大，你吃的浅，它这个钟它不会规律，它会快，甚至它没有办法每一格定格，它会五分钟准，五分钟之后会跳两格，会跳三个，是什么原因？谁都不知道，后面才知道。这是跟它 power 的动力有连带的关系。power 大，它吃较深；power 小，它吃较浅。但它 power 有多少呢？它是到底多少磅的 power 呢？我们不得而知。没有资料。我们没有资料，也没有仪器。在瑞士的话，我们有仪器可以算。我们用它拉的多少的拉力，就是 power 有多少。我们瑞士任何手表的测试的撞击的力量有几磅，我们有机器可以测，有仪器可以测。这毕竟我们台湾没有这个仪器可以测，但是理论上我们要明白，这是这个钟最高深的地方。你理论上不明白的时候，你这个钟修好是一下的好，是几分钟的好，还是几小时好，还是几天的好，还是几年的好？所以我们刚才前一节讲到的近关系跟远关系，不是重要跟不重要，手表、钟表所有的零件都重要，没有叫不重要的，也就是我们人体的器官都重要，如果不重要它不会放进去的，所以一定重要，只是关系远跟关系近。所谓关系远是 power 小，关系近是 power 小，关系远是 power 大，远的地方。所以关系远，它毛病会在三天后发生，或者是两天后发生，甚至有所谓的我们讲的，我们中医有万年历或者月相，关系远到一个月、三个月才发生，那是关系远。
那关系近就是说几秒钟马上可以发生，就是频率问题。我们现在这个机器上面，我们把这个部分我们可以讲叫做频率的控制，它是频率部分的问题。这个是齿轮比的力的控制，然后这个是我们地球引力，所谓的地球的我们跟我们地球和谐共存引力的控制。这个中我们可以把它分成这三个部分来讲。如果我们把它用这三个部分来思维这个钟，这个钟就有修的机会，也有修的下手点了。不然一个200多年的钟没有下手点，你怎么修？你是乱搞一只钟，是搞坏掉而已，不会修好，绝对会搞坏掉。那没有任何一个技师说他每一种钟、每一种表都修过，他一定会遇到。对，第一次。第一次，这就是我的第一次。在第一次里面，你一定要抓住是什么理论。你不能用你的想法去修这个钟，你要用理论去修这个钟。所以我们今天要讲到理论，是刚才讲的这三个部分的平衡，是吧？然后这个钟再有问题，是什么问题？轴心的磨损了，齿轮间的磨损，齿轮间的磨损跟我们所谓的弹簧游丝的折损。疲乏，我们找到问题了。然后这个找到问题，你更换之后才会成功。如果你问题找错了，你更换零件也不会成功，那叫做什么？浪费。对，白费了。然后你再拍一下这声音，这个是正确一个很好很好钟在下琴重的时候的声音，它锵锵有力，而且很不拖泥带水。为什么？来，你们注意听，靠，它有回音。这一个技师除了眼睛看以后，还要变音。什么叫变音？变音就是像这声，再听一次。对，我们去享受这个声音，这边的声音。对，这边的声音是来自这个的声音，底下拖上来的声音。对，这边的声音是来自这个的声音，上面卡的，但是它会产生有共鸣的和谐的声音。然后我们再听一下，这就是一个非常正常，这个钟是修好的时候的声音。这个钟如果有问题，不是这个声音，所以大家听一下，这个记得这个声音。为什么这个声音会出来？表示它油，如果这声音油多了，它的声音会产生没有那么响的共鸣，它这个共鸣会受到油所影响，所以它的声音会比较沉。这就是油量刚好。你看，我用手，我今天用手慢一点，照相这个拍摄影要慢慢来，不能急，不是这样拿来拿去，知道吗？我今天用手可以把它这样抵住，在放开的时候，我们希望它角度上能做到说很小，轻轻一碰它就启动了。对。然后，来，你拍这里，你从这个角度拍过吧，你从对，你能走过去，对，这个。你们可以从往这边看，你刚才说的说，有变的没有变？这个整条它的平行线是对的。然后你看这，你看这个弹簧，这我们今天乍称是弹簧，事实上它就像摆了的游丝在控制。今天这个力回流出来，再回来的时间，这个的远近恰恰与它有相对的关系，这个也有角度，也有远近的角度，所以这些真的校正的，的确校正就是这个都不能，这个不能乱动，这也不能乱动，这也是活的。对，所以我做了白色的标记，我所做的白色的标记都是活的，它都是可以校正的。所以这个钟可以校正的地方太多，就是因为可以校正的地方太多，所以麻烦也就太多了。好，休息一下。